体重跟二文当中哦，伊也就恁韩国得到第五名的好成绩的选手陈柏任，伊本身唔那是台南人哦，伊即卖嘛当在读这个中英大学的这个硕士班，伊即个伊着这个好成绩，好校风嘛感觉非常的光荣，特别来准备这个奖学金来勉励，希望伊未来能够继续努力来为台湾争取更加侪荣誉。伫咧东京奥运当中，伊着举重项目得到第五名成绩的陈柏任。伊现在嘛正伫中英大学来读硕士班当中，你好好为着要来勉励伊，为着台湾甲中英大学争取着上讲者荣誉，更是特别准备了奖学金要来颁发。因为柏任跟教练他们在东京奥运获得非常好的成绩，所以学校希望能够在各方面能够给予一个奖励跟支持，希望他能够继续向前迈进。下次我们在巴黎的一个奥运哈，我想他们能够再开拓更好的佳绩。李陈柏任也是相当感谢学校的栽培，未来伊将会更加有信心来参加更加多比赛，希望会当有更加好的成绩。也更加肯定自己在未来的国际赛上，我觉得在未来国际赛上，我可以对自己有更加有信心，然后可以大放异彩。我们在整个举重的一个基础的一些设备部分哈，透过我们黄泰源主任不断的每年的加强，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变成台南很重要的一个举重的一个训练基地。期盼伫咧大家祝福之下，未来陈柏任会当伫咧更加侪运动赛事当中继续努力向前，突破家己纪录甲目标。记者柯佳敏桂林区采访报道。